人们休闲时间的增多，也给韩国的消费市场带来了变化。看到上班族大多热衷于锻炼身体和自我充电，健身类、艺术类兴趣班在韩国遍地开花，还有商家顺势推出了在线手工课程。这家大型百货店的文化中心，共面向上班族开设了调酒、手工盆栽等二十多种兴趣班，主要在晚上或周末开课。 二十二岁的尹熙荣这天下班后就赶过来参加晚上六点半开始的瑜伽班。据了解，每周两次、为期三个月的上班族瑜伽学费总计二十二万韩元，约合一千三百元人民币，是目前百货店里最受欢迎的课程。퇴근시간이이제남아서자기발어떤게좀좋을까전문이제강사선생님이랑같이수업도배워보고그림그리기나 去年，在韩国减少加班仅半年的时间里，各大百货店课程的报名人数就达到历年来的峰值。一些不愿意出门的上班族还选择了在线学习美术、摄影、刺绣、编织等课程。记者走访了一家销售约五十种课程的平台，除了在线的视频讲解之外，平台还提供兴趣盒子的寄送服务。申请加入平台的会员。 能定期收到不同兴趣类别的盒子比如这个名为海滩花环的水彩画盒子里集齐了颜料纸张画笔洗笔桶等十종工具 초기에는 100 분에서 150분 정도 월마다 이용하는 서비스였지만, 지급은 약3,000분 정도가 유료로 이용하는 서비스로 성장하였습니다. 직장인분들이 팀빌딩용이나 아니면 레크리에이션용으로 저희 취미클래스들을 많이 구매하시는 편이시고요. 한10 분에서 20분 정도 함께 모여가지고 취미를 즐기는데. 韩国国税厅的数据显示，去年韩国经营室内棒球场、射箭场、健身房等运动设施的商家同比增长近三成，户外露营、游戏等产品的销量明显攀升。去年人们在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共计六十七点二万亿韩元，约合三千九百九十二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百分之四点六，呈现二零一一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预计，随着韩国减少加班制度的大范围推行，人们在健康管理、文化教育、旅行休闲和生活美妆四个细分领域的消费都将持续增长。